在香港住了10年，平时喜欢吃越南粉。那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香港最著名的两间越南粉，锦丽和蔡澜的 PHO。谁才是正宗的越南河呢？让我带你体会一下。蔡澜曾经说过，如果你没有吃过锦丽的牛肉粉，便等于没有到过越南。2017年，锦丽到香港，到目前为止开了6家分店。蔡澜在中环的 PHO 也是刚刚开业，被称为最好味的牛肉粉。好吧，走起，我们第一站来到锦丽。正宗越南风味的吃法，先趁热喝一口汤，再把九层塔香叶撕开，放入汤中，挤上柠檬汁，连汤和粉一起吃，体会牛肉汤粉的精华。锦丽最出名的是它的汤底，熬了整整一晚上的汤，相当的浓郁，牛肉也是非常的滑嫩。吃起来的口感相当的清甜，甚至比我在越南吃过的河粉更好吃。第二站，我们来到人气很旺的蔡澜 PHO，这里主打每日用50斤牛骨熬汤底，新鲜河粉也是自家制作的。开放式的厨房很有现代的高级感，河粉的汤颜色比较清淡，质感就不是很有弹性，都断了。牛肉还是很滑嫩的。总结一下，蔡澜的牛肉粉味道清淡，比较符合港人的胃口。反之，锦丽的汤头浓郁，更接近正宗越南粉的味道。价格上，PHO 稍稍贵10几20块钱。值得称赞的是，两家的汤头都没有味精的感觉。